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台药医工坊有限公司能够跟高雄市创意台湾文化协会联合一起共同主办今年度2013同万嘉年华的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之前就承袭的民国100年有办了一个百人同万百年幸福飨宴的活动是一样的，我们都这样一个同万的活动，让很多现在的小朋友，让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回到我们一起以大概民国5、60年代那时候的同万同去生活。我想这是招待我们这次的育幼院很多弱势团体的小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子的礼物。那也透过这样子一个有协会的平台，很多很多热心的一些老师跟一些志工们的帮忙，我们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盛举。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大家一个这样艳阳高照，可是大家的心是充满很沸腾的，能够跟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在儿时的生活，一个共同一起体验这样子的一个同玩。那我是台药医工坊有限公司的创办人王景成，那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介绍这一次的2013同万嘉年华，谢谢。好，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活动，我们邀请到很多育幼院的小朋友一起跟我们参与今天的一个同万。那我们现场有老师的教学，让大家可以去体会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曾经我们不用3C的东西可以玩的一个游戏。那现场还有一些同万的一个展示，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活动可以让各位小朋友玩得很开心，那大朋友都可以重拾我们儿时的记忆，找回我们的赤子之心，谢谢。好，欢迎各位哈、哦，老时间的阿门岗文化园区铁佗，哈、哦、呀，一个文化园区哈是一个观光景点，新的观光景点，啊，欢迎大家老有时间来铁佗、啊。我自我介绍，我是阿门岗文化园区理事长，哦啊。迄、那个所在吼，是阮筹备的啦吼，啊是文化局来，伊是迄个主导权吼，啊，遐一个文化园区，伊占地有3+4分之，吼，啊，真侪观光景点，就是讲会当来到厦门港一定看大船出入港，哦，这是一个上好的景点，啊，过来就是讲遐有货船数，你若要坐游港船，嘛会当直接来遐坐船啊，吼，啊，有一个旧构件，就是讲阮厦门港的遗迹。拢呈现伫咧所在，哦啊，一向结合现在个建筑嘛，盖遮啊吧，有阮个文物馆，哦，阮有11间房间个文物，拢是伫呈现伫咱厦门港文化园区内底，啊一个展示馆，搁一个旋转餐厅，哦啊搁一个咱个天空步道，就是讲咱台电吼，伊个输送带早期个印媒带，哦啊咱个观海平台，你伫阿里山吼会当看到讲。日出了哈，来我们刚看日落，非常的漂亮，晚霞非常的漂亮。好，好，谢谢各位。你若去哈，我们是定点导览啊。如果团体团队预约哈，阮都会当派人来给你导览解说，拢是足专业的啦。哎、欸，收费是一定要收费的哈。一个景点哈，咱专票是咱99块，哎、欸，啊半票49块。哎、欸、哎，小朋友哈。开放时间哈，咱开放时间是当时呢，咱啊假日哈是10点加咱下晡时啊到暗时啊9点，哈，哎，暗时啊到9点，暗时啊是夜景足水的，非常的漂亮，哈，啊你啊是讲那平常日是3点到开园，啊加暗时啊8点休园，哈，啊欢迎。交通要去哈。咱嘛捷运站，小港捷运站有接驳车，嘿，有接驳车哈、哦，谢谢了哈、哦，谢谢各位，哎。你没有同名，所以这样闯关就不过了，再来第二关。哦，还帮我们拍一下，大哥来。好，谢谢。在科学小分享。有人邀请是哪？来，接着我们走。
哇，陈总跑到那么远。按一下，让他跑一下。来，好。我们在玩那个什么鸡蛋的那个嘛？没有压压筹码，类似俄罗斯转盘嘛。你压到像这个就是一码二鼠，就是压马的赔一倍，然后压老鼠的赔两倍。就是以六个图形嘛。你说卡西岛的另外一种。对，应该。但是它倍数比较好。跟甩豆子也差不多啦，点数的有些是三个豆子，对啊，三个豆子，然后一到六点嘛，随便你压。以前那种是用豆子。再一次。咬哦，要咬哦。那我要拍那个声音啊。啊，上电视吗？小朋友，今天非常的高兴哦，怀着非常喜悦、非常热情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太阳一样哦，充满着阳光的笑容哦，来参加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哦。我们那个很多贵宾哦，跟来宾哦，都很早就到现场了哦。